马太十九章1-9节，如果唔系为淫乱嘅缘故休妻另娶，就系民间人，即系神嘅属性就系佢系睇重婚姻嘅，佢系睇重贞洁嘅。咁我哋喺呢个世代好多嘅离婚，就算基督徒中间都系，同埋基督徒中间都有好多淫乱嘅。即系我听过有啲即係有一個人話俾我聽，佢嘅一個親人嗰個女仔，就教會有一個侍奉人員追佢，但係後來知道呢個侍奉人員咧係同幾個女仔都有個性關係，但依然喺教會裏面。咁即係佢唔係嗰啲受薪嗰啲童工啊，佢係嗰啲即係教會裏面做領袖嗰啲敬拜啊嗰啲。咁咧就即系，咁我就佢就叫我同嗰个女仔去祈祷啦。咁我佢都讲得出系嗰个男仔好，即系总之同过好多个女仔都系有关系嘅。但系佢唔能够放手，佢唔能够放手。咁啊就结果佢又唔再同嗰、那个，即系有一个基督徒同我讲关于佢呢个亲戚噶嘛。佢唔再睬呢个基督徒。咁啊，好明顯證明佢幾錯咯，就係佢即係人就會為咗能夠有拍拖咧，或者有關係，其實佢嚟講唔係拍拖嘅，即係好明顯就係已經有性關係，因為嗰個人咧同幾個女仔都有性關係，佢知道呢樣嘢喎，但佢依然佢覺得佢咁中意我啊，我哋會好啲嘅。咁我唔知道而家到底變成點樣，我唔知道。不過咧。即係我覺得呢啲情況咧，其實人就係、是、未到結婚咧，就好睇重嗰個性關係，或者有個人拍拖。但係結咗婚之後咧，就可以完全失去興趣。即係如果靠性關係嚟到維持關係咧，一定有問題。咁而好多時婚姻嘅問題，亦都因為男女嘅分別啦，即係男睇重事情比較難啲溝通，少啲溝通啊，唔中意。讲情绪，唔中意讲佢嘅情绪，佢中意自己处理。女性咧就中意被关顾，中意有咩情绪中意讲出嚟，睇重关系，因为咧神就做女性会睇重家庭嘅关系，所以咧就女性系有呢个倾向嘅。咁女性咧就好想个男咧会同佢沟通。当个男追个女嗰时咧，因为喺男性嚟讲咧，追女仔一个事务嚟嘅。征服了一个女仔咧，就是成功有了一个拍拖的关系。在她来讲咧，就是一个事情。当她追的时候，她会用尽一切的方法，她会咧打电话啦、陪伴啦、送礼物啦、等她啦，各样都做完嘅。当她得到之后咧，成功了之后咧，我想大家听过啲故事，佢就冇咩兴趣嘅，即系佢已经追到啦。咁咪总之大家维持关系得啦，就唔使。佢唔會再用翻以前嗰啲方法去繼續去令佢歡喜嘅，就多數都就停喺嗰度。咁啊，女仔想同佢溝通咧，佢又覺得被催逼喎。咁呢個即係兩方面嘅問題嘅，因為女性好想同佢溝通，咁啊同佢講嘢就佢又覺得被催逼，就覺得壓迫感，咁啊會逃避啦。所以好多人結咗婚之後咧，個太太就硬同佢講嘢，嗰個丈夫咧就快啲想失蹤，甚至咧。個太太話：我要翻外家，好啊，個心諗拍個樣好啊，我快啲翻外家翻幾日啦，等我安靜咗幾日啦。咁咧，呢個其實都係婚姻好多時有嘅問題，即係好多時嘅問題咧，好多婚姻問題，因為都有好多人揾我做婚姻輔導，就係咧好多時都係因為啲小嘅事，因為女性對於家庭會關心緊張。想譬如屋企整齐啲啊，啲预备啲食物啊，第二样嘢一齐陪伴一齐食饭啊，即系都想系咁嘅样嘅。咁男性咧就觉得即系唔使咁紧张啦，咁就变咗咧、那个责任唔系咁强啦。咁女性当佢男性唔得责任唔强咧，佢就会啰嗦啦。讲一次唔听，佢讲三次，再唔听讲五次，佢就谂住咧讲多啲咧，佢会听嘅。但系越讲多咧，佢就越熄咗个耳仔啊，关咗个耳仔就听唔到，咁啊开始变咗厌烦啦。咁呢个都系大部分嘅婚姻嘅情况咧，都系因为
男性唔想讲咁多，咁女性话点解佢嗰阵时讲咁多咧？因为佢追紧佢，即系佢唔明白，原来喺男性嚟讲，佢就想追到个女仔。嗱，我呢个讲一个普遍嘅情况，所以佢会用尽一切嘅方法。好啦，咁就点样处理呢？男性就学习同女性沟通，同埋讲自己嘅感受。讲嘅时候，女性又学习唔好批判佢，就唔好话你咧蠢，有冇搞错？你咁样讲嘢都得噶，咁样做嘢都得噶。诶，你讲嘢啊，乱七八糟做嘢啊，乱七八糟，冇嘢做得好嘅。即系女性咧比较容易批判佢，觉得佢觉得好多嘢唔识得处理。咁因为事实上咧，男性由细个开始咧系冇咁着重人际关系嘅。好简单，当我去喺教会啊，以前嘅教会啦，当聚会完咧，我哋会同所有人握手嘅喺门口嗰度。咁咧就嗰啲小女孩啊，细细个啫，手抱噶，一岁啊，两岁啊，佢见到我都会好开心嘅。啲女仔咧系会好开心握手嘅，但系啲男仔咧个爸爸抱佢过嚟咧，咁佢就咧玩自己嘅车啦，玩自己嘅另外另去啦。即系男仔系对于事情同埋物件有兴趣嘅，女性咧由细个就中意人嘅关系嘅，中意有人去关心佢啊，同佢沟通啊咁啊。咁啊，所以男性咧成长嘅时候咧系沟通上系比较难啲学习。咁所以当佢喺沟通嘅时候，个女性觉得佢你讲嘢都冇乜文道啊，又唔记得啲嘢啊，又词不达意啊，即系比较有啲系咁嘅情况，或者唔想沟通。他就以為越催逼他就越講，但是怎樣越催逼就越講。所以當明白這件事的時候，女性就幫他，就不好像說我教你，而是說你講給我聽，你的感受你覺得怎樣，你是不是有些不開心，是不是覺得有壓力，給一些 multiple choice 的選擇。什麼 multiple choice 呢？你是不是覺得很有壓力啊？你是不是不喜歡那件事啊？你是不是覺得很煩啊？俾啲 multiple choice 佢，咁咧容易啲，佢容易講出嚟。就佢講得少，又唔好催逼佢。你慢慢諗下先啦，慢慢答我啦。咁佢就覺得舒服啦。譬如有一句説話，我好中意我太太講係咩咧？唔緊要。嗱，有啲太太會咁嘅，即係譬如食嘢啦、丈夫嗰啲嘢倒瀉啦，個太太就會點咧？咁論盡咁大個人都叫倒瀉嘢啊咁啊！但我太太就話唔緊要，翻去洗咪得咯。佢覺得呢啲係唔緊要嘅嘢嚟嘅。这个就是一种通达，所以女性要学习引导，接受她是这样，而男性就知道我需要学习沟通，表达我自己，讲出我的需要，我想什么，我觉得什么，关顾她多一点，这样两个关系就会好。但事实上没有受过教导和训练，多数人是不懂得这些东西，多数男性他没有受过教导训练，他不懂得去关心沟通嘅，女性冇受过教导训练，佢系会长期嘅啰嗦嘅，同埋催逼嘅。咁呢个其实大部分嘅婚姻都系咁样发生，即系个问题都喺呢度。咁所以当我哋知道嘅时候，我哋就处理，唔系要自己达到我想要嘅嘢，我点样令到对方觉得舒服，咁啊就会减少好多淫乱嘅事啊。咁所以大家有机会你。帶小組啊，或者你牧養啲人啊，你喺呢方面幫助佢，你上網揾輔導咧，我葉牧師咧，我有個輔導如何輔導嘅播放清單，裡面有普通嘅輔導同埋婚姻輔導，大家可以去睇咧，你會睇到咧，會減少好多呢個世界上發生緊嘅人類嘅。另一點咧，就係對於嗰啲人咧。因为圣经讲，休妻就是犯奸淫，再另娶又是犯奸淫。除非他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对方犯奸淫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自由了，或者对方死了，这个自由。好了，但是如果因为他犯奸淫了，分手。好了，那这个人呢，他有时候想再结婚，因为他很孤单。其实很多人都是的，他想或者他其实很多人呢，他有情绪问题，他就很想藉着恋爱来解决他的情绪问题，其实是
戀愛係唔會解決情緒問題嘅，係應該醫好情緒問題先去戀愛，因為戀愛係會產生更多嘅人性嘅情緒嘅問題，戀愛係會有好多好多嘅衝擊嘅。但係好多人咧，佢就會好想快啲又再揾個拍拖，又再開始講。咁嘅時候咧，係聖經所講嘅奸淫。但係咧，作為牧師，我哋牧養人嘅時候，見到有啲人佢以前離咗婚，而家咧佢好孤單，亦都咧成日咧就譬如會連啲女仔啊，或者有啲女性又會好想去揾男性啊。咁嘅時候，到底係唔係即係佢永遠都唔好結婚咧？咁我嘅回應就係話，如果佢能夠唔結婚係最好。如果佢能夠唔結婚，不過好多人係唔能夠，因為佢太過空虛，佢唔識得處理心靈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唔結婚咧，佢嘅後果人咧，佢就會可能咧就同一啲人咧，即係總之發生一啲事情啊，或者發生關係啊咁樣。因為好多時一個人孤單嘅時候咧，佢就會中意撩下人啊，想引起一啲關係，但係咧呢、這個過程就可以產生好多問題。咁所以咧，我用一個名詞就係 lesser evil，the lesser of two evils，即係兩件事都唔啱嘅。不過一樣冇咁錯，好啲嗰樣嘢可能對佢好啲。即係話，如果佢唔結婚，可能佢仲犯多啲奸淫。不過如果輔導佢、教導佢、幫助佢，佢心理處理，佢肯真係即係嗰個未婚之前都有輔導幫助佢點樣處理人際嘅關係，處理到咧，佢結婚咧。可能佢會以後咧安靜做人，就好過佢咧就重重複複扮奸人。咁呢個即係唔係最完美嘅情況。呢、這個就係作為一個牧師，有時見到啲情況，覺得佢哋可能結婚仲更加好嘅咁嘅情況。但係嗰個都唔係一個完美嘅情況。事實上，人都係冇完美嘅情況，即係我嘅睇法就係，其實人人內心都會有人。都會試過有人，都會有一啲唔好嘅行為。咁係咪人一定要完全冇晒人面先可以結婚咧？咁事實上即係冇幾多個人係完全係精潔嘅。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覺得為咗減少淫亂，所以咧某啲情況係應該可以容許佢結婚。咁就有不同嘅宗派咧，就有不同嘅立場嘅。譬如有啲宗派咧，就拜牧師，如果離過婚以後都唔可以做牧師。有啲宗派咧就會話，佢真係悔改，佢真係處理生命，就俾佢再有機會。咁我自己嚟講，我覺得最緊要都係輔導，讓佢真係處理生命啦，等佢唔好再犯啦。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嗰個處理方法。喺呢個世界上係冇完美嘅情況，係冇完美。但係我好想追求完美。嗱，我自己嚟講係好想追求完美，就係聽晒神話。做晒神吩咐嘅事，就唔好俾任何嘅机会俾魔鬼攻击我哋。系。我会咁话嘅。真係長期食藥嘅人而處理唔到咧，係好難有一個好嘅婚姻。呢、这個真係嘅，即係就算一個兩個人都係健康嘅，唔使食藥嘅，兩個人相處咧，嗱，譬如有啲人我輔導啦，咁有啲真係好聽話嘅，兩夫婦輔導，咁啊好多都係因為我講，即係都係我講嗰啲情況，就係、是、男嘅唔肯講嘢，關心，女嗰個就要求又肯緊。咁啊，於是咧，男女兩個就冇興趣啦，或者就好多小事咧就嘈吵啦，唔開心啦。咁呢個情況係重複發生嘅。咁而有啲咧，似乎都係幾正常嘅人啊，都況且會咁啊。如果有一個係有情緒病嘅，忽然間咧，哇，劈晒喺度，完全喐得，哇，日日都唔開心嘅時候，真係好難。即係另一方根本冇呢個能力。去處理一個有情緒病嘅人，
咁所以最好嘅方法梗系预防成个病啦，建立同神嘅关系，医治好心灵，呢个系最好嘅方法。咁你话系咪绝对不可能结婚呢？咁我话唔系嘅，佢处理到咪好咯。不过真系要评估嗰个危机啊。有啲人咧，佢啲情绪咧，因为都有好多人喺网上揾我帮助噶嘛，都有啲女性啦同我讲啦，因为求助多过女性啦。咁有啲咩情况咧？有啲人成日都想，佢同我就唔会讲嘅，同第啲朋友就讲嘅，成日都谂住等个男朋友啦。啊！又冇啦，咁啊好烦啦，有啲人即系，甚至同我讲，牧师你话我祈祷啦，叫我快啲揾到个男朋友啦，咁我就同佢讲，我话你医好先啦，你嘅情绪医好唔得噶，咁佢又唔听我话，咁又同个男朋友，咁啊有性关系咯，咁啊翻嚟揾我啦，佢话我男朋友同我性关系，而家断咗电话，揾唔到佢啦，揾唔到佢啦，而家。又借咗我錢，又走咗去揾到我啦。咁我話佢唔會翻嚟噶啦。佢就話佢點樣可以揾翻佢？點樣攞翻啲錢啊？即係都係佢唔能夠評估嗰個人，嗰、那個人根本係利用佢，根本係只係想有性關係。有咗性關係之後，仲喺度讥笑佢、取笑佢、鬧佢、話佢，跟住就走咗去失蹤咗。即係根本咧。我就同佢讲，即系我话坦白同你讲啦，你未医好咧，嗰、那个人咧同你相处，你再拍拖咧，佢好快知道你有情绪嘅，佢会利用你，跟住同你有性关系，跟住就走你。佢话咪全世界都系咁嘅人啊？咁我话好多都系嘅，咁啊可能有啲人会好好嘅，即系基督徒都有啲唔好噶，或者又真有啲好啦。不过好嗰啲咧，佢又未必想揾你嘅，咁你唔好。咁啊，夢想啦，即係嗱，咁係唔係真係不可能咧？唔係嘅，但係我真係覺得佢應該係真係去醫治。醫治咧，唔係淨係奉耶穌名嗰啲憂傷嘅靈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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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唔會走晒嘅，而係咧深信神嘅愛，亦都話我有原因開心嘅。人點解我唔使介意？有啲人批判我唔緊要，我做親嘅嘢，總之我努力依靠耶穌，神一定中意嘅。啊！我做得唔好就求主赦免，神就会赦免噶啦。咁样嘅心态咧，就慢慢嗰啲就容易起。咁但系呢个过程系唔容易嘅，即系所以基督徒系要学医治情绪嘅。学到医治情绪咧，我哋就能够即系帮到人啊！我哋医到自己就帮到人。OK，你讲啊。系，我想问两个问题，如果基督徒嘅夫妇咧，咁佢哋结婚啦，咁其实个男方咧，佢就揾咗第二个，咁跟住咧就第二个人喺一齐结婚咧，咁其实咧喺族群嘅层面上面咧，系咪佢始终都系第一个妻子咧，有嗰个连接喺度咧，咁结咗第二同第二个结婚。话咧，喺熟人嘅层面上面，始终系一年嘅婚姻状态开始，仲有个关系，即系嗰个连接。你问问第二个问题先。第二个问题就系，譬如两个有同性病嘅人咧，咁佢哋譬如话佢哋真系好分分分合。咁但系咧，佢哋咧又系未结婚，但系就一齐同居咁样啦。咁呢个情况底下咧，因为其实都系佢如果已经同居咧，已经有性关系咧，佢就应该分嘅。不过应该系有同居。其实佢已经同居，基本上即系结婚，不过佢咧就冇正式结婚。咁啊，所以咧喺咁嘅情况，系啊，因为佢分离都系唔啱，佢两样都系唔啱。不过咧，佢结婚咧系好啲，
the lesser of two evils， 因为佢一齐咧都系好多困难，佢真系需要好多帮助，咁咧所以亦都系需要辅导了解佢哋系咪真系肯处理生命。譬如有一方咧成日都逃避嘅，嗱，譬如两个人系同居啦，不过有一个咧成日都走失咗踪嘅，成日都走咗去嘅，咁我就唔会提议佢结婚噶啦，即系嗰个咧根本就好唔中意同佢相处，不过咧就。基于某些原因咧，好啦好啦，有时一齐，一时又走咗去，咁根本佢就唔系 committed， 即系佢唔系委身个关系。嗱，至于第一个情况咧，我仍然就音乐好咧，即系好难搞。即系咪？如果嗰个第二个咧，佢两个都系有问题嘅，即系佢去第一个，一个去第二个咧，我都好难讲嘅，因为佢去两度都系错嘅啫。是好，是不是第一个就一定是啱咧？唔系一定第一个啱。咁啊，如果你话好啲咧，咁啊第一个好啲嘅。如果佢第一个肯恢复翻关系，第二个肯放手，第二个女人，因为两个女人都有咗关系咧，两个都要跟住佢噶嘛。好啦，第二个肯放手，咁第一个啊好恢复关系，佢又肯恢复关系，咁咪系好啲嘅。不过有时有啲情况，佢真系冇办法。怎樣幫他都幫不到，第二個呢好一點，那可能第二個好一點，即是我會這樣說一點。這個呢按照神來說兩個都錯，因為為什麼呢？兩個都是犯了奸淫，即是總之都是即是不好的，即是很多問題已經發生了，即是沒有一個最完滿的解決方法。圣经咧只讲就系话咧好分开，不过佢已经分开咗，所以变咗咧佢根本就已经系失去咗一样嘢，所以咧我就因为我就唔会话呢个系必然嘅，即系都系我只系知道话可能最好嗰、那个最好嘅方案就系佢同翻原来嗰个太太和好。但事實上，人的問題有時是很複雜，是咁啊。屬靈上是不是咁樣好啲咧？你可以話是好啲嘅，不過都係佢嚟講都係佢中意佢嘅生命已經係好多過後，佢一定有後遺症嘅。佢因為第二個女人嗰啲問題又會跟住佢嘅，佢已經唔係一個清潔嘅關係。屬靈上兩個都係兩個都有問題，好複雜嘅。你可以話去翻第一個就好啲，不過並唔係完美，根本就係顯示咗問題，你都會問題會跟住佢。因為如果聽有人教導咧，就話呢個情況下咧，其實啲同齡層咧，始終嗰個男兒咧同女一樣嘅咧，喺熟齡上面咧，佢哋仍然係即係嘅關係，咁所以。圣经是没有清楚讲到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这个是一个人的 interpretation。 圣经是有讲到神配合的人没有分开，按照这件事他跟第一个比较好的，不过是不是必然是这样呢？我又觉得不一定必然。原因呢，他两个人发生的事有多少问题存在了，他们两个能够相处的能力能不能够面对到这个困难，这都是即一连串的問題。當然在我來說呢，就是兩個都肯聽話，就最好呢就回去本來的太太那裡。但是呢有些情況人就是往往就是不肯聽話的時候呢，我不覺得我一定會告訴他聽，即譬如說他跟初頭那個，譬如他那個又賭錢啊，又這樣那樣啊，又暴力啊，又那樣的問題，是不是一定要回去本來的？我又說未必一定，我會
根據嗰個情況。好，我哋繼續錄啊。好。我會話聖經係有講呢句説話，但係到底引申到嗰個解釋去到咩位咧？即係話屬靈上仍然係應該翻去本來一個。我覺得就用個名詞，聖經嘅名詞，聖經名詞咧，人神配合，人冇分開，就用聖經嘅名詞，聖經嘅説話去講。即係譬如嗱，我用另一個情況我講咁啦，譬如佢分開咗啦，呢度又有仔女，同另一個有仔女，兩竇仔女。咁咧，佢係咪一定要翻翻本來嗰個太太嗰度佢一齊咧？咁咧，即係呢啲情況，實際上我覺得係有時人係比較好複雜。佢事實上係，我覺得佢呢個兩方面都複雜。佢願意去翻第一個太太嗰度，可能最好，但係可能第一個太太都唔想佢翻嚟嘅時候，可能佢同第二個太太會可能好啲。咁呢個即係話我會。根據的情況，什麼情況是一個 lesser evil 的，就是兩個情況都是不好的，兩邊都生了仔，根本是很複雜的。這些就可以這樣說的，這些是一種牧養時候的那個決定。有時呢，即不要用一個一定說，這個就是屬靈上一定有的 方法，即我們可以用聖經，即是用聖經回答神所配合我分開，不過他已經分開了，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困難，已經分開了，所以怎樣處理呢？ OK， 好了，我們繼續吧。如果真的需要幫助的，我覺得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其實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處理生命，不知道人際關係，婚姻的關係不知道處理，所以就搞了很多問題，所以我覺得答案都是一定是處理和長期關係處理的。 OK， 好，我們繼續下去。